血海穴出自针灸甲乙经，隶属足太阴脾经。血，气血也，海，海洋也，大也。该穴名一指本穴为脾经所生之血的聚集之处。本穴物质为阴陵泉穴外流水液气化上行的水湿之气，在本穴为聚集之状。气血物质充斥的范围巨大如海，故名血海穴，为治疗血症的药穴，具有活血化瘀、补血养血、引血归经之功。尤其对治疗女性月经不调、痛经、崩漏有良好的功效。中医认为，脾胃为气血化生之源，如果脾的运化功能减弱，就会导致气血不足，出现头晕、眼花、乏力、失眠等许多症状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中医治血良方刺激血海穴。血海穴在大腿内侧，取穴时采用坐位屈膝，请他人将手掌按在膝盖上，掌心对准膝盖骨顶端，拇指在内侧，拇指尖下就是血海穴。刺激血海穴可以采用点按的方法，以大拇指按住血海穴的位置，逐渐用力深按，保持十秒，然后松开五秒，一压一松为一个循环，一般点按3到5分钟。也可采用按揉的方法，用大拇指的指腹按在血海穴，以穴位为中心，保持一定的力量进行旋转按揉，力度以有酸胀感为宜，每次按揉3到5分钟。艾灸也适合于刺激血海穴。温和灸，手持点燃的艾条端，距离血海穴约2到3厘米，采用由内向外顺时针旋转灸的方法，每次艾灸10到15分钟。注意穴位局部皮肤有红晕即可停止。雀啄灸，将点燃的艾条对准血海穴，采用一起一落、忽近忽远的手法施灸，每次艾灸10到15分钟。还有一种合适的方法是拔火罐，这种方法对于刺激血海穴功效尤为显著。一般留罐10到15分钟后即可起罐，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拔火罐操作方法过于专业，一般来说不建议自己在家里操作。刮痧的方法也可以刺激血海穴，蘸上刮痧油后，手握刮痧板，以血海穴为中心，沿经络方向从上向下重复单向刮，注意要以刮痧板的薄边对准掌心，后边为着力点，手腕及臂部放松，用力要持续均匀，以个人耐受为度，刮痧3到5分钟，刮出紫红色沙点为宜。总之，血海穴是一味治疗血症的良方，经常刺激它
能起到强健身体的作用。